原标题：民国第一奇才张爱玲曾赞其不羁。这个和尚一生都是传奇，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帖。一首送别，不知多少人曾动情吟哦。可能你并未曾了解送别曲背后的填词人李叔同，他是丰子恺先生的老师，他是中国现代艺术的鼻祖，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。前半辈子盛名远播，后半辈子苦修不厌。前半辈子纸醉金迷，后半辈子竹杖芒鞋。有人说李叔同是全才，音乐、戏剧、书法、绘画、诗词无一不能。有人说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，最早将油画、话剧、裸体艺术等引入到中国。他是俗世间的李叔同，也是遁入空门的弘一法师。富贵本仓2880年，李叔同出生于天津一豪奢侈家。在他出生的时候，有起却弦的松枝被世人看作是吉兆。虽是如此。